跟着路人买，他想买什么，我就帮他结账。哎呦，真的刷了，有想过这一天吗？可以接访吗？你现在要干嘛？他要去买鞋子。我们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吗？可以啊。那你什么星座？狮子座。哎呦，漂亮，爱面子哦。回到家变小女人。哎，谁敢？你知道要这么露骨是不是？我们见过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见过，很久。我搭讪你吗？欢迎收看《孙兄妹大合台》最新节目，是在干嘛？漂亮，跟那个陈思然一样，是在并行。为爱是在干嘛？为爱是在干嘛？因为大家其实是又社恐又社牛，但其实你们内心，你要看，他说社恐啊，谁被社脸？你不能30岁开始畅聊嘞。那你们就看看这些闲人他们现在在做什么，然后就跟着他们去做。我有问到一个要去外地怎么办啊？那就只能跟他去啊。哇，很硬哎。然后你们也要先猜一下他要干嘛。行李箱的。对，要出国。对，找一脸想吃鼎泰丰的人。那因为捷运出口算是人比较多。对，你们可以边走边挑一下。哎，那遛狗很可爱啊，好过去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 Oreo。 你说狗还是你？他。Oreo。 那你呢？我叫晨晨，我是教运动的。教运动教超模机，就是 Pilates。 他很嗨耶。对，他很嗨。他现在你现在要干嘛？我现在要买宠物的饲料跟他的零食。我跟你一起买。我们都愿意当你的宠物。对，我很乖啊，我大概是贵宾狗那种个性。Oreo 看。好兴奋，好兴奋。Oreo 行耶、好乖哦，很乖耶。你训练有加哎。那你什么星座？狮子座。哎呦，漂亮，爱面子哦。在外面大女人，回到家变小女人。哎，谁敢？你知道要这么露骨是不是？你们节目不要跳。我们露骨男孩啊。我们已经问得很不露骨。对，我们已经尽量很文青了。今天很保守。这围肉山丘好吃吗？你要试试。你也是狗吗？先给他一个。我吃饱了。那我想要问现代人的一个比较常的通病，就是工作太忙没时间交朋友。想询问你平常都是从哪边交？去哪交朋友？路上也可以交朋友啊？真的吗？我的学生也是我的朋友啊。感觉可以 hang out。敢约我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可以，有开酒酒吧。真巧啊！高中的时候，我们华冈的。华冈的。华冈的学城中原直到通。所以你们是同学？我们有一起 hang out 过。来，加油！喝蛋蛋，加油！这样的情况通常怎么办？来就让他去。让他去吧，让他去吧。很开心可以认识，我们可以跟你当朋友。可以啊，太棒了！那全新的缘分，会需要宣传一下你的 IG。LADY DINA。嗨，你现在要干嘛？我现在也在想要干嘛。你有没有想吃东西？刚吃完了。我们是方便跟你还有女朋友一起去干嘛的吗？会不会不方便？你问一下，不方便没有关系。原本想要跟这位小帅哥去约会，只是他想跟女友独处，只好作罢。那天在路边看到一个女生被欺负，哭得很惨，还没人安慰，大家还在拍短影音，我看得很难过，上前去问了问，结果他说：“我们在拍短影片啊。”啊？是吗？不然我们干嘛穿古装？看不出来我是火云邪神吗？是吗？你们不是在欺负他吗？我们在玩多，我们在拍游戏工商。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年轻人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怎么不来玩这款游戏呢？什么游戏啊？武侠大明星，要爽一起爽。里面除了有各种福利之外呢，还有实体奖励，还有精美手绘古风、技能酷炫摇圈，还可以组队搭配策略一起闯关哦。明星武侠三选一，输入礼包码还有机会参加抽奖哦。里面五大流派，让你尽情收集各种明星角色，策略性十足，极度耐玩。不要再废话，赶快下载《武侠大明星》。武侠大明星现已火热上线。我心很大。年轻人，误会大了，我们绝对不会没事欺负弱小，不会在公园随便乱玩多人的。抱歉，我误会了。我们只在拍影片而已，去戒色吧，年轻人。接下来回到正片，文青女孩可以接访吗？你现在要干嘛？我要去买鞋子。我们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吗？可以啊，我们要去星光三月。可以，冷气很棒。过程中会跟你尬聊哦，因为他们两个都没有交朋友的习惯。你也知道演艺圈很难交朋友啊？是吗？对啊。会吧，看起来朋友很多啊。都假的啊。都假面闺蜜。对啊。
塑料棒棒啊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Anne。 他怎么会想买鞋？鞋子坏掉了，这什么问题啊？我们刚看到有一个袜子可以去捡的。对啊，不见了。不见了。不见了。那我要去对面。好，对面可以来。可以问你有看好想要买哪个品牌吗？我要买 New Balance。 New Balance 啊，新的平衡啊。是因为看到 IU 代言吗？因为我原本是 New Balance。 那你是做什么的？行销。哦，行销。刚好缺行销。刚好可以帮我们多谈一些业务吗？哦，直缺的话。我们也有直缺。要这么刚好？我等一下现场面试。孙生没有要逛。不然我要先完成了。哦，没有要逛，抱歉吗？公仔马上吸引了，他是要买鞋子。我要先去运动。你要买泡马特的？我有看。有服务过哪些品牌？我之前有待过华硕 AI 科技产业。蛮厉害的哦。然后现在是在零售产业。听起来身边的朋友都很聪明。对啊。对，有交过无脑的朋友吗？后面那个吗？新交的，新交的。那你即将交到。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 New Balance， 现在蛮流行穿 New Balance， 而且韩国人都穿 New Balance。应该没有 New Balance。你就少，比较少。你都穿哪一个？我都穿574，但是这里好像没有卖。我们这次问老板啊，这边有574吗？574有。有啊，健康574。为什么你喜欢 New Balance？ 我觉得比较好穿搭，上班也可以穿，然后出去玩也可以穿。你在推上面会发文吗？会发说，今天遇到两个疯子吗？我可以直接说，我遇到两个 KOL， 你就可以说我交了新朋友，有新朋友，然后发你们的合照这样子，可以哈。OK， 现在战术讨论，战术会议，等一下试完鞋，我们去找下一组。美食街，美食街够漂亮，聪明。姐姐来了，来帮你拿。这个我们一群人在那边看到要换鞋，喜欢吗？很贵，会不会压力很大？可以帮我结账。那你可能要付出些行销。这是蓝色的感觉，是微蓝，喜欢吗？会买。那我需要买。哎呦，公司还有其他同事要离职。全部找来面试，他就这样想。OK 啊，薪水不会差太多，但如果做得好，可能会再好一些。对方老板看到就全被挖走了。老板不会看影片，跟着路人买，他想买什么，我就帮他结账。哎呦，真的刷了，有想过这一天吗？没有，就这一天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宣传一下 IG。我 IG 是 YUIKONA。朋友似乎对于球鞋被买单还感到非常讶异，不可置信。没办法，这叫我们都来真的。看到前面有个美女，嗨，你好，请问你是在干嘛？我在找穿的食物。你要找穿的食物？酸和甜。好吧，所以没有想吃鼎泰丰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或是龟记？没有，就是在找酸跟甜。好，找一脸想吃鼎泰丰的人。我们见过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见过，很久很久。我搭讪你吗？不是，也是在工作上。我其实忘记你的，没关系，我叫依琳。你可以跟我说一下 ，ELY ELY NN。我有追踪你耶，没有退追耶。结果遇到以前认识的人，我还要追踪耶。好，那你继续看你要买什么。还好我没有乱密他有的没的，我跟他聊天很正常。孙盛熙跟王世安的歌都是他做的啊，那他有在演戏啊，好屌哦。我们这样算朋友？今天以后算是好。哦，谢谢。结果莫名其妙被请了一杯饮料，柠檬绿。绿姐，你有想吃什么味道？我刚才没办法分辨。我要吃卡士达吗？卡士达。好啊，我请你啊。不用。确定？确定。你是不是想要吃猪脊？没有。了解。我觉得你们要一直跟大量跟路人相处，很消耗的。你们是E人还是I人？我应该偏爱。我是一啊，我以前测是一，可是不知道就是慢慢变爱。大家都是假一真爱啊。假一真爱，就是假装很爱上，但其实得到能源还是来自。当然，因为社交能量耗很快。你也会耗吗？当然，我其实外向孤独患者。我要去写一首歌，外向的孤独患者。有没有感觉？这个棒吗？谢谢。喜欢吗？可以啊，我觉得这个你喜欢吗？问几次。所以你今天是来干嘛的？我要来拍 reels。因为我想说可以分享一些音乐的冷知识，然后就是其实你知道听钢琴的那个比较清脆的高音的话，吃甜的会更甜，然后听低音的铜管声的话，吃酸的会更酸。真的假的？这都市传说吗？对啊，你不要试试看吗？好哎，可以啊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吃一口才可以知道，等一下会更甜。吃一口不会知道，要吃一颗才会知道。好。很胖很胖很胖，终于有东西吃了。嗯，感动。还有钢琴高音啊。怎么样？好像没什么感觉。好奇怪的测验哦。对，好烫哦。还是要
完整听完一首歌？我不知道哎，因为我就是想说应该还是在完整吃完一盒啊。他等一下还要拍耶，我还有再叫一个啦，我还要再叫一个，放心放心。那吃柠檬是听低音，对不对？好，对，我就要找低音的东西。低音来。好腰啊，真的很酸哎。来来来，尝。哎，好像有，有吗？更酸了吗？因为就很悲伤的感觉啊，然后就很心酸的感觉，会不会？我是觉得本来就很酸的。是不是心理影响生理？哎，对，因为钢琴如果是比较清亮的话，你会比较愉悦，很开心的声音，吃甜的会更甜。对，就 so sweet， so sweet。对对对，然后因为听悲伤的东西，你就我应该是懂啊。哎，恭喜交到新朋友，交到这个铜管朋友了。铜管。那大家如果想看 Rio， 再去他的 IG 看一下。我们今天目标中午就是希望可以找到有人带我们一起吃饭。吃饭，我知道，我想吃猪脊。我要走在猪脊门口。对，我就站在猪脊门口这样子，像夜店安管一样这样子。好，请问你要干嘛？要干嘛？吃猪脊吗？好，我跟你去。虽然这样算作弊，不过没关系。那我们现在直接过去啊？真的吗？我可以这样吗？完了，下午没什么人，可恶。还是我们去说服那对情侣吃猪脊。好，注意好注意。有没有想要吃那种汤汤水水的？水水汤汤的，猪脊怎么样？可以。那我们吃吧。好，喂，我跟你们吃。转变强迫路人了。一起吃啊！一起吃吗？不要这么刚。你刚刚说刚吗？你说刚吗？蛮刚的，蛮是刚。你怎么会讲刚？所以你有看反骨？小时候有。长大了，我是跟你来吃的哦，因为你想吃猪脊嘛。你想吃猪脊吗？我都可以啊，我都可以啊。还是我会被你拿的。吃这种小东西啊，牛肉馅饼。对啊，可以一起吃啊，点大家一起吃啊。你的给我的感觉比黄元颖早熟哎。对啊，有吗？你自己觉得有吗？有些人会这么说。而且，请问你手表是劳力士吗？你们刚哇塞，发现手表戴劳力士，完全没看到哎。我跟蛋比较少往这方面走，第一眼就在看他的劳力士啊。那你本身就有钱人。我不是有钱人，不然我不会去打工。只是今天刚好我认得出来你从朋友那边干来一块。那你跟我妈一样。你戴这个会痛吗？不会，其实还好。为什么会想戴这个？女朋友喜欢。你女朋友喜欢？对，她那时候说喜欢戴这个，然后我就去穿。那你轻轻就会痛痛吗？不会不会不会，没什么影响。我们很适合当朋友。居然这么好，这样直销的。做效果。兴趣嘞，兴趣。兴趣，这有学过一段时间跳舞。有来背头一下吧。哎呦，我操！我靠，传给你一下吗？还好，我在旁边滑你 IG 会不会害羞？还好还好，不会不会。第一季怎么意外男孩俱乐部啊 ？CDM Boys Club。我好奇年轻人像你们平常交朋友都去哪交？我比较不太会去乱交朋友，其实我想要交的朋友是对我有用。那何谓有用？不是那种会跟着我一起去喝酒、只会花钱那种，而是更多是精进自己吧。我觉得。每个阶段该做的事都是不一样。真真，我好适合跟他当朋友哦。啊，你要喂小胖，你看看人家啦，吃香蕉比赛。好啦，哎，感谢一下这位 BBC， 目标成为亿万身价的男孩。亿万男孩啊，亿万。现在回到亿万很简单，骑个车你稍微撇个头就。对啊，那个蛮严，这蛮严重的其实。好啦，那是在干嘛？今天交了新朋友了。真的。介绍给观众认识，知道一下现在年轻人大家都在干嘛。啊，你们喜欢这系列的话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没错。哎，真的好缘分，我一般很少跟同性聊天。真的。真的好缘分。难得难得。因为我都跟异性讲话而已。哦，蛮色。对，很性感。拜拜 ，BBQ。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。凤梨买起来。BBC。凤梨。女生互捧环节开始了，她觉得你很漂亮，那你觉得她怎么样？她是可爱型啊，我觉得。她觉得你很可爱，你觉得她怎么样？很辣。很辣。她觉得你漂亮跟很辣，你觉得可爱？气质。那你觉得她怎样？你觉得她怎样？你觉得她怎样？可爱，风。风象星座没错。那是外在的我，你没看到隐性的我。真的夸赞性的很红，几个都很漂亮。你也很漂亮啊。你嘛就素颜啊。对啊，就素颜。开始了，三个姐妹互夸。